今天有几个问题呢，我把它提前来跟诸位解答。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同学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听一位讲经的居士说我们大陆来这里的居士啊，是为了和老法师您照照相，或是为了某种个人的名利而来的。为什么对我们有这种看法？我们千里迢迢的来，是为了学佛。他又说，那位居士还说，他是说你讲的。说让他们去表演吧，他们都快要下地狱了，我们就帮帮他吧。我们几千里的来，我是看到啊那位女居士对我们讲的假话吧。幕后他问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一定的是大菩萨呢？首先我在没有答复之前呢，我要向你道歉我要向你忏悔诸位同修都应当知道，现代的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废弃了。我前几年在美国，很多同修在空闲的时间都找我来诉苦儿女不听话，叛逆老师来找我诉苦，学生不听话在教学过程当中苦不堪言，事法如是，佛法也如是不但我讲，过去演培法师都常讲